廿一號謝詠詩入波，公民領先1-0。呢次大埔後防嘅犯錯啊！大波十二碼，拉三碼，公民嘅後衞，但係邊個啱啱 update 緊個比數，我睇唔到邊個拉三碼，邊個公民球員拉大波三碼，就會遠文操刀嘅，由隊長。妹仔嘅葉婉彤操刀啊，但可惜就被盧嘉銘救出了啊！
個觀眾唔好意思啊，我漏咗講一樣嘢。觀眾關永儀半場已經換咗出嚟，換入就係廿五號李巧賢。後面嚟㗎嘛？即觀眾大個觀場。大哥，跟住七號吳家琪，追成1-1啊！公民嘅人，換出就係鄭國策，一換入就係鄭球。唔係，用。
位阿姨啊。真係好彩啊！門前嘅混亂，爭啲大號可以反先添啊！都相信好多人都估唔到啊！即係我，好嘢！都爭啲嚇一跳啊！飛向尾柱啊！冇乜大碍嘅，朱宝恩头先冚头嘅少少。
該曬。都七十個分鐘啦。公民先領先，但係雖然大部分寫上錯失。
公民就換人啊，換出就是黃君平。哦，唔會嘅，好，冇嘢咁。依下真係換人啦、啊！哦，仲換一大鋪嗰個先，換出就係六號黃家斯，換入就係21陳子明。就換五號朱寶恩喎，唔知係咪頭先可能有啲傷喎，就換入三號陳翠文嘅。
都保持階段啦，仲係一比一啊比數。其實都冇咗三分鐘。好彩字啊！比數一比一，打和嘅，出分罰得一分。